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寓言《火与水》。火与水，相国子产生病快死了，对游吉说：“我死后，你执政一定要严格治理百姓。”火看着严酷，所以烧死的人少；水看着懦弱，所以淹死的人多。子产死后，游吉不肯严格治理百姓，很多青年当了盗贼要作乱。游吉率领军队攻打他们，一天一夜才勉强获胜。游吉感慨地说：“我要是早实行子产教我的，一定不会到这一步。”相国，古代大官，执政，掌管国家政事。严酷，严厉残酷。懦弱，柔弱无能。作乱，发动叛乱。勉强，刚好。感慨，有感触而慨叹。这个寓言来自韩非子。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。韩非认为管理百姓要严厉像火，不能懦弱像水。当然，严厉过头就会引起反抗，秦帝国就是这样灭亡的。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火与水，相国子产生病快死了，对游吉说：“我死后，你执政一定要严格治理百姓。”火看着严酷，所以烧死的人少；水看着懦弱，所以淹死的人多。子产死后，游吉不肯严格治理百姓，很多青年当了盗贼要作乱。游吉率领军队攻打他们，一天一夜才勉强获胜。游吉感慨地说：“我要是早实行子产教我的，一定不会到这一步。”